Hello，大家好！要拿中奖的彩券到彩券行换现金喽。这次换的现金要拿去买什么嘞？当然是和最近台湾彩券办的活动有关系喽。一千元，两千元，三千元，四千元，五千元，六千元，6050元，哇！这是用中奖彩券换回来的现金呐，6050元呢！来来来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客户交易总计，哇！有精彩五三九的，有大乐透的，威力彩的。当然也有刮刮乐的，哇哇哇哇哇，一共换了25张啊，总共换了6050元的现金呢，哇！听到那个换现金的时候，听到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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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这个声音，这个旋律，这个音乐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啊！相信喜欢玩刮刮乐的人，应该都非常喜欢这个音乐啊！好，那换来的现金去买的什么嘞？当然就是。噔噔噔，为了这个喽！110年大乐透中秋双十加码，哇！为了这个加码，所以拿中奖的彩券去换现金，然后再拿现金去买这个，噔噔，买了彩券，来来来，打开来看一看，嚯！哇，买了这么多，一次买了这么多啦，有五三九，这五三九一次就买了，从9月6号买到9月18号，然后还有买了威力彩，然后还买了这么多，后面这么多，这么多。都是大乐透啊，哇！因为大乐透加码也很多啊，所以一次买了这么多的大乐透啊，哇！厚厚的一叠，厚厚的一叠啊，厚厚的一叠的彩券呐，哇！希望这一次的加码可以中大奖啊，啊，中个加码奖也是非常的棒啊，希望可以中加码奖啊，
对不对？最好是中头奖，不然中个加码奖也可以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真好希望可以中大奖哦！啊，彩券都买回来了，用中奖的彩券换的现金买的彩券，哇，希望可以，等等等等，可以在这一次的110年大乐透中秋双十加码的活动里面可以中大奖。好，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